科普中国。这世界充满了神奇，到处都隐藏着秘密，没关系，我有我的超能力，和伙伴们在一起，没有什么坎坷过不去。在无尽的宇宙中翱翔，不回头，遥望着远方。科普中国十万个为什么，给我智慧和力量，迎接每天崭新的太阳。酷炫，跟我勇敢起航，带你到想去的地方，登上最高的山岗，摘朵云彩给你做前一场。酷炫，看我嘴角上扬，我不怕荆棘和悲伤，再通往未来的路上，每一站都辉煌。第一集，特殊的惩罚。这个奇特的环形世界里的人只有拇指般大小，他们都有超能力。这里的小朋友们有一门很重要的考试，超能力考试。这里曾经诞生过最有名的超能力疯狂三人组，他们是百变酷杰、糊涂菜跟疯狂安娜。当然，那是他们未来的样子。现在他们还是三个大菜鸟，是本年度超能力倒数前三名，需要去人类世界进行残酷生存训练。走吧，菜鸟们。什么？好了，现在我需要一个领队。这只腕表有扫描、定位、通信等很多功能。如果你们成功找到16颗提升你们能力的水晶，我会再来接你们回去的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中途放弃。老师，怎样才能找到能力水晶呢？破解地球生物的16个秘密就可以了。好，没问题。菜鸟们，祝你们好运。嘿，伙计们，咱们下步干嘛？吃饭还是睡觉？嘿，帅哥们，快看，我给你们引来了什么好玩的东西！大怪物啊！救命啊！让我们吃饭点吧，猪宝宝！他能找到我，要么是火眼金睛，要么就根本不看我眼睛。这蛇是不是作弊了？为什么每次都能找到我们？他肯定也不是靠耳朵。你们看他的舌头一伸一缩的，肯定舌头上有古怪。蛇属于爬行纲蛇目，所有蛇类都是肉食性动物，身体细长，无四肢，无可活动的眼睑，无耳孔，身体表面覆盖有鳞。蛇的视觉、听觉都非常差，它们靠灵敏的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，然后把这些分子传给口腔上部的除鼻器，除鼻器可以分析出猎物以及周边环境的情况。原来蛇是靠舌头找到我们的。哎，我们找到第一个水晶了。我们超能力都得到提升了。安娜，真有你的。小 kiss 喽。安娜真是厉害。一条蛇就可以换一个水晶，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。救命啊！
个普通故事。